贝利亚和迪迦都为我们准备了礼物，该选谁的呢？小童玩具。哇哦，快看，这是贝利亚给我们准备的礼物，汪汪队的变形车。蓝色的一辆警车，上面一个警长，就是阿奇，好酷呀！那么他的警车竟然还会变形呢，我们赶紧来试试看吧。锵锵！阿奇警长和他的警车变身成为了一个机器人，这个也太酷了吧！呀吼！哇哦！一起来看看迪迦奥特曼给我们准备的礼物是什么吧。快看，一个蓝色的恐龙，这个好像是小朋友们很熟悉的霸王龙呢。看，它好像也可以变形哦。那我们来看看它会变形成为什么吧。要保护世界，要将黑暗消灭，再苦再难也都不会疲倦，唤醒正义，捍卫和平信念。超变卷龙机甲皮拉卡。小朋友们，你们最喜欢谁的礼物呢？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告诉我哦。我们去见，拜拜。